是配那一用为妻。自从分房以来，已有儿子一天，谁知道这冤家他从不上来。我一人擦皮女飘香绿翅相亲，认为他终日不肯上来而来，不知道他为了何事。哎，官人呐，官人，好叫为妻那。吾将小生当作小妻主之孙昌，那叶柳青见吾身平侧中，强迫吾助他命令机子。
再往京都传拜念书，那老臣进屋才貌双显，就将孙女念南镇中生许与我为妻呀。唉，我为无求未报，岂能与你见识子女成亲啊。小姐到书房之人，我奉两小姐之命得请姑爷尝嘞。是不要在书房读书不去？哎，有没有？哎呀，姑爷救命啊！小娘舅，你不当你儿不骂你，跪下叩问救命，为啥不能？姑爷不肯上楼台，你空小姐要怎会？是我得罪了你姑爷，那时候我飘香的要受家规。飘香
有其张作吴其阳，我今晚与他去谁呀、啊？啊我早就是无聊，啊，贵人，你我夫妻之间，难道是你个称呼对没有了吗？我叫你贵人，你应该叫我娘子，我啥子叫你相公，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小姐。至少你爹妹有两公名，我啥子称呼你老爷，那么你也该唤称我一声夫人。夫妻之间，难道是连个称呼都未没有了吗？真正岂有此理！今生子女到离间，舍得我有口难开。常言道，有理非为是，娘子前来见。好一个月里的娘子，来来来，众天月里天主天主绿刺插飘香，千木上流，究竟为啥无事？夫人，你在苏王之人？谁苏王没读书啊？读书难道是要你也用功我啊？你可知苏秦原谅此故？他到底是故人来了？啊，贵人啊，
究竟为啥何事？官人，我见你出门在门不还，不知道官人你是为了何事？你可知个人是与个人是？我的心事有谁知？别人的心事我不知，官人的心事我俩有人知我所内事，是非碰到那心事，我难真一不言来而不辞，我从小读过三年事，我要猜你官人心中事，我要做碰到的老先生啊。岂是他休你就猜猜过，官人相思，傲我不辞，念我念门是离的，我难陪你一郎并不知，你念家一朝天下得本朝，我好比苦藤高攀树木枝，傲我不辞，念我难真长的少，爱得你官人丧面子，十里红妆到你门，神里神话谁不知，傲我不是你言我难真，勇马催我难陪你一郎一才子啊，不去去哭用言人，不放你娘子眉毛三心事，
兰真对我是真心意，我岂能与他一片心？虽无相见，情关系，娘子。哪里走官人，你们是好人人子，我不是见到是暖啊君，这我官人你是暖君人子，我心脏嘞问什么讲啊，问什么呀，要讲真情说去听，真乃是又是妻子又求人，常言道文人只是三分王，迷糊前跑一片心，哇龙哇虎难哇滚，自人自念不自信，我常与他真情讲完全，一别他心是母亲拜拜，我与满真下流去，官人啊，在真人面前莫生
家，你在家人跟前莫睡呀将，你提前不把真情说，我问你要与谁商量啊？Thank you.
恩正朝中臣君臣，君臣常年黄州奔，咱俩我新家一门啊门。到如今我天涯茫茫四处奔，举目不见一亲人，可怜我生前不该上生叹，被人暗去泪转睛，蛟龙金被千岁困，莫怀怨乎正人不肯不正人，可怜他无家可归少清晨，哦还人啊你休别离，你莫伤心，你亲人还与我你啊来真人，不知道今人是哪个你谁来，我难真与你是八元真人。一起进城到这罢了，你去进城我骂你这年送啊老子，这把钱我做不来了，骂他做什么，骂你进城老年送，王英霸道在朝中，你才重量有多多少，却在我心太凶，你为斩草更一日，偏偏道出我真勇，小生杀在林永志，听着你见人老年送，听着也人暖胸，不怪身上老祖宗，你不给秋山姑娘成元子，你斩草自更要黑真勇，今算是真女娘家冤人啊，你为什么将南征的终身去许真勇，怪不得他继母娘年终病，夫妻到老到终老，你失望啊你失望，我去不去了，骂你几日你失望，母子同朝一样即将南征终身许配我，你要靠本子难上来，小生杀有出头者，定将你父子一一斩。我听此言来心惊胆寒，他要斩我年四百，妇女终也妇女情，我难真做人好为难，老弟弟你做江城的，我修着人生病只愿家在爱，哦弟弟呀、啊、并非女儿
不孝人，责怪你主人心太急。嫂子我啊，嫂子我，嫂子你啊，哪里君子嫂子我，去也不是把妹来做，一人用金银珠宝的大妹，不用那上房包间的铁门屋，一人去啊，你啊，你去，你不是你去的吗？哪里见识一名青年是无家不为的烂小人，我不应这里命令子，只知道中间不平等，小生杀有高官主，又将你气昏下阵去从军。高中之人多马丁，不是你还要马背人，你难争啊，你难
前叫开门的是哪一个？反正没了。哎呀，我在书房骂精神，我说没了你难生。混蛋，你们不心急当作心宽呀。来了啊，啊，娘子，请啊，贵人，请啊。娘子，前来见你。贵人，前来见你。请坐，请坐啊。请问娘子，我是谁的到此？到此一救啊？哦，你问我吗？我是谁的到此一到，就叫你开门的。哦，娘子，谁的到此？谁的到此嘛？怕他这人呢？不是是谁的到此？他倒又被去夹子来了。贵人，你为到书房做些什么？读书啊，读的什么是书？是书无尽之书。嗯，可否陪进去，进入听听？你要听？嗯，好，你听着。Q 儿从来心儿飞。读古诗书学王居，贵人，你忘记为题目倒有几句记着你。你读的书与我两样的，两的，两样的，一样的。你不信我背给你听了？不要听。贵人啊，我这个人啊，倒也不比气。人家要我陪，我倒是不肯陪；人家不要我陪呀、啊，我是偏偏要陪。好好好，那么你就背吧。好好好，那么你就听吧。好好，你听，你听，你听着啊。要背，到你自己往里去背。你听着啊。小姐好不懂道理。娘子啊，娘子，我可没有叫你啊。兰真啊，兰真，哎呦呦，念兰真的名字也上书了。哎呀，贵人，贵人书上没有我兰真的名字，我、哦、你的书上是有我兰真的名字哦。你几次三番要盘问我的姓氏？哎，小生不生，你哪里知道我的姓氏？
总算是不止啊。
娘子，杀到瓦当去禀告，岂不是清秀杀了你丈夫？娘子啊，夫妻终于夫妻定，还望娘子来丈夫。Thank you.
娘子。哇，小心死了。啊，娘子，你到哪里去啊？我嘛未忘去啊，我在这里不是要耽误了你的读书啊。娘子休得如此，陪小生陪你上路就是。此次贵人听，娘子
是在冰娘面前到草林娘子为我拜的神明问臣官人啊，你给个佛大热情，为妻做夫你话几句，你要牢牢记在心。这九年年修官费，你这本娃儿。三安分啊，官人啊，你见貌比色须见机，你三早早尊驾门，既说你要我就一生了此番尊重娘子命，为免你心烦意，我不当时落我回去为家门。是是是，好夫人，请到内堂问礼。要香。过年上门啊，年爸爸，小姐叫你好。小姐有吩咐，女儿不与他不为饮酒，在今日前你要小心子儿。年爸爸，我多谢小姐。女儿，第三次是。爸爸送姑爷回家。遵命。啊，娘子。啊，问人，你要早去早回。我去了。问人，请坐。娘子。问人哪里放大胆量去？你心中寂寞太难尽，总可有破天大日定，与我提提你没来呀他人。娘子放心，不去了。娘放心，那我
这里被休也瓜藤切菜，天官不想不起用我侍卫老爷夫人姑爷到，是有请姑爷。母亲常得孝敬辈兄，今日不为一场，反正要马克引起千百千手在thank you.
谁呀是主公好军枪啊，下聘来见是众雷兄，我吃暴病其实有是一时，算是一时，此病你叫什么？你花了多少年钱才能到修的？众雷兄，此病名叫养子八月病。养子八月病，我便是那个三天中之真仙的心爱之儿，真是。啊，他的裤子因为开花结果的千真万确。哎呦！哦！
你我今天要痛痛快快的畅饮几杯。今天是嫂子的喜酒吗？哎，我要畅饮几杯的了。哎，人，江南悄悄不闻僧女声，一如高流年年去。沉香阁，不与我怎用半生年。问声相公，乃是念宋老臣北奔之次，趁此无人，我不免进来窥探一番，若找得一些凭证，则有也好与我弟弟报仇雪恩。念宋朝有满百姓，几位定在楼中神。
更是无人无情进去，高的病症一好与弟弟把子孙。兄弟顺势立战，我本是不屈的女神，是无欲把性命立，无方娘子神经，千万去找高家门，不顾潮流去求生去。哎，菩萨被圣遇见，圣家只知道我是念佛的新故意，哪里会知道我是僧？了也无妨哦。我本是念佛新鬼神，若无谁有奇妙事，那是我女秀把头生，我放他担子上楼去。黄金千两，财团八匹，今先官府大臣不忘小男。哎呦，好有的礼待，自己念诵老子的吞论。臣请这是上海关中兵就论神马无天目的是的将功之人，我想那就论实际上的利益三修，如今老子就了他的贿赂，竟保就去他来了。念诵啊老人，你这样龙卷王法好不凌晨痛恨。我不免将此礼单收藏起来，这有一好作为一副笔身。圣王圣后接受真修，咱大家是下眼睛尊长。哎呀呀，我想那下他是一直被那老者素培。圣王圣后接受真修，咱三天终止圣贤。哎呀，弟弟弟呀，好心伤，不由真用空断肠。我弟弟本是忠良将，在我们离不当啊。我今年送子千金，儿恨。
送礼，满一生等四月算算，你战不散。不胜大胆，请怪上人。令子，快去快乐。难道我就累不得了？
路更远，倘若日一旦泄露了真情，我怎面对兄都几丧大明的进入路难分。
登进户部，免得叫富贵的惊吓了叫内的姑娘。我想知道了。哎呀，同学们。
辞他为家尊，分明是你推我一推。为什么不读有情况色？为什么爹娘不亲都避开？
身为你二母，他的素王是啊，原来贵奴在素王之前给你儿子吃金汤。弟弟，儿子，你不要来这演戏之事。我身为丫鬟到素王亲宫，这次演戏我在素王，我曾经查家身私自行走，却见不知下落，想必他为夫娶了。哎，对呀，想必为夫娶了。弟弟，要是我家贵人他早已为家，你如果要问弟弟，要是我丈夫，哎，你丈夫杀在我腹中，我亦有必不为你呢。女儿，我来问你，府中被王妃有什么为名？你好不为名？好不，是女儿为名。进府挂号，出府消耗。请老婆过来，快去。
方才得人说过，你的丈夫嘛是我的女婿，又不是华生，他杀在府中，我与我并不怀疑哟。既然知道他是你的女婿，不是华生，那么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你为什么？啊？你为什么要爱了他？什么？我为什么要爱他？在场上爱女婿的道理呀、啊？什么爱他？弟弟，你为什么叫不成人嘞？哎呀，他是你救了，你叫我救什么？他退到哪里去了？是姑大哥。哎，难道魏武帝万般的丈夫听清了不成？对呀，你真是贪钱了我的丈夫，老夫都不在自叹离婚，自离门第，已经离不完要恨，我给你拉上了位置，你那不完如人一个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与丈夫说。You
Woo!
不我？我不讲道理，我老年妇，我怒当当啊！
管谁了，把牛保命，不为你觉得要拼命，你到安安稳稳，死死活活过生活，想躲在这小楼里，你咋不把情由谁？休怪我懒真不留情。娘子为我出了气，注定是一场误会，怎能搭上手？妻妾应是真心话，真乃有曹家小姐。岂不是逼我把虎头？莫奈我天生爱无花，娘子啊，叫声娘子听口语，自从别了娘子语，我哪有心情去饮酒？因此我日前为应先太宰，一到书房读字流，一心只想回家转，找不到花园与门口，无意中走进一高人，他就是一道亮相叫本人。要不然你进去了吗？只怪我女子太大意，无理无度留上嘴。快快快，进了去呗！无理无哪里为？娘子为我担忧啊，还望娘子少思我。哎呀呀，我娘，今次言我再听你，我埋怨你郎君太满意，你平把我断了。哦，为生罪来不谢言啊，阿妹，我在替你领子好听呀，阿妹，我身残郎君。
闹钟来了，今天你的差错被我找到了啊。你来这，你到我女儿房中来做什么？咦，这家弟妹房主难道在来不得吗？哎，你往常该来，今天却不该来。往常该来，今天嘛又把弟弟来了。那么你往常来做什么？往常嘛，那是你弟妹之情啊。那么今天呢？今天嘛，哎，你说你说，你怎么丈夫为何？做丈夫做到我女儿房中来了？哎，我女儿房中哪有你丈夫啊？亲啊，亲啊，亲啊！进宫的，去去去！嘿，我女儿王祖哪有你丈夫啊？嘿，早说无。小姐人弄出来的花样，天老爷，这是怪不了小姐。哦，不能把小姐把你这个小姐人放手、嗯。这是不能怪林子，要怪吗？怪你早说、啊。怪我？为什么要怪我啊？嗯、早说我的主人真要改，你家长马爷妹，你当要管。我家中天狼分明是你管，今日你要想的啦，难上难。我怪你的，哎，我亲自怪你的，你呢？是不是早说我叫你来的呀？是早说我叫你来的呀？我叫他来的。早说，分明是去才眼前，岂不才得你承担？来睁一看我的胸，我虽有理嘴呀分辨难、啊、不是出生下流去，妈这女儿娃子还没来，一张风波你自白身份与你之类玩、要不呗、我为什么要呗？我问你喜欢混白白还是死白白？哎呀，两个办法女儿你干啊，那个叫子混白白，那个叫子死白白。乖乖乖，平来我与你祖根年去归来，今日之日你曾说当铺登车你陪我，当铺登车我陪呀吧，银子收来是要五万，我里平平秋秋都马光，没银子饭吃余呀两万，想我面前去滚板弄得不好太落，自保要我来山滚板板是不好板，我凡是听弄四板板。四百万我太简单，你写一张我便当官、我为什么要写我便当、你写不写啊？不写、到哪里去啊？到我哪里去？没没没没没老祖你还是太急了、老爷快写吧，去去去去去，哎，作为我呀，我气呀啥，气得我是两眼吧，我
不怕年富势力大，我不怕么嘉靖王的四国法，我天不怕地不怕，我最怕是你来争什么。我有么个姑妈妈，这真是双鱼双宝，乌鱼乌宝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告诉我，你快些！哎呀，叫我怎样写？啊，我是一句，你就是一句吗？好好好，你说你说。猎捕的人早问我，我该把银元找在你女儿的手里。啊，你不找你讲。行行。啊，好好好。此才早问我之意，与早问臣无关。但猎捕兵为主。哎。你让我们走吧。哎，妈妈妈。你不能这样说句呀！什么呀？你想，为的丈夫只是从年夫当到丈夫，哎，两夫人对哪个不孝？如今在我女儿王中秀出，哎，你同儿王子的当了丈夫委屈，叫我找为我这张脸放到哪里去？那么以你之见呢？哎，以我之见，我命人当大轿一顶，你守在轿中，你丈夫堵在轿里，带出夫婿也好，瞒过众人。抱歉，我这张老脸。啊！亏在你大妹子的脸上，我的一两米。好好好，我命人当轿去。送大叔。好了好了好了。送弟弟去。